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萨摩诃萨，感恩恩师卢俊宏师父，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，师父辛苦了。这里有位老妈妈是第一次来法会就抽到了，她想问一下，1980年4月17号的猴子是她儿子。八几年的？80。八零年属猴的。对。想看什么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想看什么？看他身体啊？没有。啊？关系跟我关系之间。怎么样？那个、是你儿子啊？是儿子。这样子如何解决？然后再来就是说。老妈妈，你儿子是不是长得蛮高的？比你高很多。对。啊。眉毛还蛮浓的。对。啊，老妈妈，你知道啊？上辈子你是儿子，他是妈。哎呦。哎呦，你现在的感受就是他上辈子的感受。对呀，你整天骂他，骂他小时候，现在他整天骂你。是啊。是啊，他还没打你呢，我都看到你上辈子打他。是啊。是啊，他会砸东西了现在。会呀、啊。会呀、啊。怎么改善和他的关系？啊，怎么样改解决或是改善呢、啊？很简单呐、啊，每一天冲着他念解结咒，解结咒就是化解两个人的冤结。你知道吗？你冲着他念，他就对你好，还要给他念心经七遍。你听得懂吗？不要说这个了，什么都念得好的，人家跟老板关系不好，天天冲着老板念解结咒，好了，老板跟他越来越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明白了吗？台长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是因为他爸爸走掉的问题？他爸爸什么？他爸爸过世了。过世了，我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80年4月17号。属什么？哦，属猴。属猴。啊，你还有点灵感呢。他爸爸每天晚上过来，你这个儿子晚上就发脾气，白天还可以。是啊。是啊。我告诉你，他到了晚上，他话都不要跟你讲的，把门一关，自己在房间里打电脑。是啊，我告诉你，他有时候跟他爸爸还讲话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跟他，你跟你的先生啊，两个人关系不是处理得太好，你听得懂吗？你这个人呢，良心是很好，帮人家是真帮，但是呢，他真的是觉得跟你也是缘分不合了，你听得懂吗？他爸爸是偏向朋友，家里头。不管的不管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你整天的就觉得他很讨厌。哎呀，你怎么老跟朋友好啊？不对，我老婆好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我相信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呢，今天有这个机会，然后我又你好好念经，老妈妈。可以啊。你跟儿子每天念，先念108遍解结咒，慢慢的好一点了，念49遍，然后每天要念心经给他。老妈妈，你还要给他念那个小房子，最好一个礼拜念3张到4张，好吗？还有一个就是我最担心的，就是说他会不会照顾他哥哥？他哥哥比较弱势，我在担心。不是弱势，不是眼睛弱势，是弱智，脑子。弱智，对、哎。我都看到了，哎呀。他对他哥哥还是有点感情的。有点感情的、啊、他哥哥不计较 啊, 啊他是不会他本来是就是大善人啊、会好的，会照顾他的，会照顾他。你真的话少一点，你回到家里啊，你少跟他讲话，你跟他气场不合的，你们两个人相克的。跟谁？你跟你这个儿子相克的。大的吗？就是那个呀。小的，哎，猴子的，猴子、啊、猴子这个相、哎、对相克的。你所以因为有相生相克嘛，你跟他克的，所以你跟他一讲话就吵起来，一讲话就吵架，你所以少跟他讲话，听得懂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是把我自己，两个磁场就是我避着他。他还知道两个人叫磁场，他说，两个磁场的，听得懂了吗？你避开他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好修心啊！我讲你，你不要生气啊，你。你这个人太厉害了，
年轻的时候就太厉害了，哎呀，好像还觉得自己，哎呦，我这个人对的就是对的，我就是，哎呀，喝的东西我就怎么样，哎呦，你省省了，好好的把身体养养好了，你的颈椎脖子，你的腰啊，你的脊柱都是弯的，你的腰椎间盘都不好。对。对。明白了吗？是。嗯，好了。那我请问一下，这个，哎，1980年这个婚姻有没有？就是。猴子的这个。你看了吧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吵嘛要吵的，爱嘛要爱的，还要关心他，还要死帮着他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我做母亲的，就是我做到的。可是儿子没有做到，那是他的事。他不好。他不好，我好，我做到就好。对呀，肯定是你好了。你看你自己嘴巴说你好，能不好吗？你儿子会说你好吗？不会，他没有感觉。他没感觉。对。你儿子现在几岁了？他命根当中应该有一个女的，过去应该有过一个，后来吹掉了。没错。嗯。那大概他的婚姻有那个，现在是37岁。很难呢、啊，他现在有点怪癖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给他念。菩萨要加持。你要给他念那个大吉祥天女神咒，每天念49遍，而且要念心经，要念27遍。这些我记不得哎。记不得，他们有人帮你记下来了。有吗？有了。哦、好吗？念了之后，你儿子就会有感情运了。好啦，还有我的朋友，今天是碰到他，然后是不是可以？师傅，我想问一个亡人行吗？是我外婆，已经念了900张小房子了，叫丁小花，感恩师傅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丁小花，园丁的丁，小花一朵小花就是。小就是大小的小啊。对，花朵的花。叫丁。丁小花。丁小花，什么时候死的？2002年1月。阿修罗上去了。哦，那还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呀？再给他念67张啊，应该能够到欲界天。哦，这个丁小花人挺善良的。是是是，嗯，很好的。已经梦不，怪不得已经梦不到他了。啊，上去了。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我家的佛台好不好呀？好嘞，好嘞，给人家问问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嘞，好嘞。感恩师傅。嗯。